牡丹虾。炒鲜甜，龙虾味。脱皮大虾，
钩。芥末章鱼、芥末海螺，还有西林子，这是芥末海螺，绿色共餐。芥末章鱼。酱大虾这个夹馅超大排香，thank you.
啊，黄龙虾头刺刺啊，好久没吃了。这里面全是，这个是黄，黄将来就是籽啊。啊，这么多啊！有点像那个鸡蛋黄的感觉。给你们吃一口，不是我吃吧。这个肉记住不浪费，大号东方虾，这个龙虾没白吃，里面全是黄，全是鸡蛋黄、鸭蛋黄。哇哇，全是硬，先给你们吃一口。这个黄都流油，太咸了。这一只够五个人吃，这是啥？这个是虾尾，应该是虾尾，像个包，像个馕包一样，太贵了，这个黄可惜了，是没有。油的这个黄像那个豆油一样焦黄，就像那个东北大豆油。最后我给你们吃吧，过瘾。